天我们为什么会来在这边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呢收到了非常多来自于奉茶这些工读生们的一些陈情。从去年开始，就有好几位工读生跟我们反映说，今天这个奉茶，这样子一个知名的一个茶饮品牌，他没有给我们的员工投保所谓的劳健保，也没有提拨劳退。今年5月1号的五一劳动节才刚过。才过不到3个礼拜的时间，今天仍然台湾有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一个打工族跟工读生，依然是一个基本的劳动权益仍然没有办法能够被遵守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今天是马英九总统第二任的就职的这个一个演说，我们也要请马总统好好想一想，好好来照顾一下我们这些工读生的一些基本的劳动权益。我就是在职有2年半，然后其实过程一开始我对劳保没有很了解，然后其实公司一开始有要保，那东西也都准备好，可是一直都没有下落。然后后来后续一直有其他工读生有反映没有劳保，然后我们有找劳保这样去跟他谈，然后可是他也一直都没有给我们答案，所以我们之后就找了95团，然后帮我们做调解，然后我们才发现原来先前也有其他同事有做过调解，有找过95团，那我们就很纳闷说，那之前就已经发生过，那事后怎么没有再做改善？然后只有用了一个叫团保，想要代替说劳保跟劳退这个部分，劳健保这个部分，可是团保毕竟还是团保，跟劳健保这些根本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是想要争取我们应该有的最基本的劳保跟劳退。跟老板娘协商过，那也就是像4月10号的时候就有讲过第一次，那那时候老板娘就有跟我们说，好，那5月的员工那都会有劳健保。那我想问老板娘，今天已经5月20号，那他到底做了哪些东西？这样一家的奉茶，他其实每个月的营收，就我们工读生的了解，初估呢都超过80万、100万以上。也就是说，这样子一个茶饮品牌，光是精湛，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1楼的门市，其实它在 B3，今天这边大部分来的工读生，来是精湛的工读生，举个手好不好？都是嘛，对不对？啊，举手一下哈。这些工读生基本上都是在 B3 的这个茶饮铺的地方，那么光是楼下 B3 的部分，这样的一个茶饮铺，每个月平均就是80万到100万以上的营收，所以换句话说，奉茶这家品牌，这个茶饮品牌，它一年的年营收就是超过千万。那我们发现到说，超过千万的这样的一个茶饮品牌，却不愿意给我们这些工读生一个基本的劳健保跟劳退，这实在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我们这种小店，可能一般来讲人数都不是很多，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么多的问题，因为你本身自己也在劳动工作，所以其实没有闲暇的时间注意到那样的问题，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现在在协商，就是我们现在递交申请书，现在就是等协商过后，劳保局希望我们怎么处理，我们就怎么来处理。对，就我们真的很努力在做，希望大家给多一点时间。因为等于说现在你是帮忙性质啊，可是就因为还是从4月到现在也做了1个月，然后还是一直等不到他们，比如说答复啊，或者说要怎么处理，然后也是觉得这样子拖下去，然后每做1个月就等于少1个月的劳健保，就觉得也是做的没有很开心。其实更早之前都一直有陆续在讲，只是都没有说大家一起讲，但我们就每个人几乎都还是像做比较久都一定会问劳健保的事情，但是他还是一直就是很敷衍啊，然后说法就很笼统啊，然后就他在觉得我们只是工读生年纪小，然后对吧、啊、然后就都想说啊能拖就拖，反正有些离职的没有问就算了这样子。最后谈的那一次，然后就是老板娘有带另外一个男生就一起来，然后他有跟我们说，就是什么我们是用不到劳健保的，因为我们还这么年轻，什么就是我们用不到，对，然后就一直讲，然后还就是算一些就是算事，然后说其实我们假日的是还在实习里面，就是一直反驳，就最后一次谈的时候。店其实开了，我们公司也开了蛮多年，十几年了嘛，对不对？你们如果从1980几年就开始开到现在了嘛，对不对？1989年，那你们总店至少也开了那么多年，那他们的你们总店应该也有请工读生吧？那工读生，总店工读生是不是也是没有劳健保的？其实我们其实都有补贴，我们是用补贴的方式，就是说，因为我们比较没有，就是说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人来负责那个区块，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大公司，它有专门的人来负责这个区块，因为我们就是每天都在忙着，做餐点、摇饮料这些，然后包括老板他们自己也是在这样子在运作，所以我们就是时间到了打烊收店，
然后时间到了付薪水，那当然我们就从来没有去想到这样的问题，真的是我们的疏忽啦。确实，你们总店也没有员工有，那工读生也没有保劳健保。我们正职的部分有，正职有。对啊，那工读生的部分，我们就是用补贴的方式。补贴是指不是都要缴健保费吗？我们都会补贴健保费，直接补贴健保费。对对对，直接补贴健保费。我们像我真的也不知道有这么严重，对不起。说被罚钱这很严重的事情，我不是开玩笑的。都没有帮劳工保的劳保是，其实是蛮夸张的事情。不好意思，他补贴那个健保费，他是说是算成我们每个人上班时数，然后去分摊那个我们应该有健保，但是我们问九五那边，九五说其实这样算是不对的，而且这样我们一定是少拿，这样不可能，他一定算的是刚好给我们，我们一定是钱一定是少，对吧？啊，这样我们知道了，就算拿那一点点钱，就不是我们原本的劳健保，这样都没有那个意义。这样补贴大概一个月多少钱？也是几百块而已，而且他也是照你工作时数来补贴。他们说之前有反应过，可是你们一直都没有什么作为。对啊，有反应啊，你们为什么都没有？不是，我已经好几年前就告诉你们，然后你们怎么答案却是五月四月底的时候才送劳，对，五月才送劳保，这一点都蛮奇怪的。就是感觉反应真的太慢了。不好意思，这个部分我们在处理。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其实非常多许许多多这些微型的企业，尤其是这些小的茶饮店、小的餐饮店、小的小吃店，这些劳工其实常常处于过劳、超时以及法定权益受损的情况，或是时薪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达到法定的这个规定103块，或是这个超时工作的时候应该要有加班费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呼吁今天所有看到我们这个新闻的这些打工族朋友们，一起来加入所谓全国服务业产业工会的行列当中，唯有这些产业工会的存在，才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协商的代表权，能够去改善劳工的劳工条件。奉茶打工无劳保，奉茶打工无劳保，员工天天吃不饱，员工天天吃不饱，奉茶。